表演者谢金、李鹤东。知道东哥财迷是吧？你看，东哥就爱刮这个彩票，行，希望你中大奖啊！中大奖，感谢朋友们。这个今天来的朋友也算比较多，是。刚才二位说的也非常的精彩，表演没错。一个叫孙鹤宝，啊，后台我们都管他叫婊子，啊，宝子。人叫孙鹤宝，孙鹤宝，后台都叫宝子啊，宝子。婊子是他的爱好，对，还是你了解的。孙鹤表，孙鹤宝，对，非常的优秀。是，旁边那叫孔九典，嗯，二位呢说的很精彩，啊，下去稍微的休克，休息休息，休息休息，歇会儿，哎，歇会儿呢，这场呢把您更换上台了，更换演出，哎，今天啊一上台呀，啊，大伙儿还有送礼物的，送彩票的，啊，送红包的，是是吧？还哦还知道你缺奶，啊，给你补的那个 AD 钙奶，嗯，确实挺好，证明啊大家啊都是疼儿女的人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是拿你当儿子对吗？有错误吗？没有，上个班上个班其实就要那天就要送就怕。哦，你看看你妈还挺客气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儿子那天我就想送我儿子。你怎么跟你奶奶说话？确实啊，这个春哥呀受到这个年轻的这个女生的喜爱。没有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确实人家长得也比较帅气。帅气是吧？哎，又谦虚了。李鹤东啊，这个尤其在我们德云二队来说，那算是了不起的人。怎么呢？大伙儿可能不了解，你看我们就是一般的演员啊。李鹤东可不是一般的演员。你没看出来您尊重我呀？哎，我打心眼里台上无大小，谁大小啊？我尊重你干什么呀？怎么还让我叼回来？不是，就说人家李鹤东啊，在艺术方面呀，包括在这个地位方面呀，都比我们强。这强哪儿？大伙儿可能不了解了，他是我们德云二队唯一一个有职务的人。说的有什么呀？对吗？他是唯一一个职务人。尤其他在这个后台啊，那个你在台上你踩着我氧气管了，你在后台干嘛呀？哦，踩着你尿管了。这个。你不嫌骚气是怎么的？不是，什么叫植物人？唯一一个，什么植物人都算不上。哎，人家是我们德云二队的队长，管什么呢？啊，虽然说连个屁运都不管，嗯，但是呢，人家艺术造诣也包括跟上层的关系啊，也非常的好。确实，我们这都给人打工，人家就跟家里的买卖一样。是不是不能那么说？我不能呢，他会不了解，他是郭德纲的干爹。所以说呀，我倒是乐意。他倒不见得乐意。废话，说反了。啊，是郭德纲是李鹤东的干儿。这不又反了？那应该呢。我是他干儿。哎，对了，所以说人家有这个双重的关系呢。什么关系？人家现在才能混得如日中天。也没达到那水平。是不是谦虚了？您看我们两个人往台上一站呢，哎，大伙儿也都了解，这叫什么呀？对口相声，就俩人表演的。哎，为什么叫对口相声呢？一个逗哏的，一个捧哏的，有分工。哎，嗯，一个削微的就高一点，嗯，一个削微的，削微不用比划啊，不用比划，就矮了一点，是吧？矮了一点，嗯，我这个头到你肚脐眼儿。对，一个呢削微的帅一点。没有啊，一个呢就更帅一点。一个不要脸，一个更不要脸。一个呢，可能是这个颜值确实方面的比较高一点啊，是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个头高啊，辈分高啊，对，所以说咱们两个人就不一样。啊，哎，一个是男的，嗯，这也是男的，这不用怀疑。一个反正也就可能像男的，什么？gay， 这您说他呢？这是？哎呦，大哥知道你的英文名叫 gay 哈？哦，你是说唱那个 rap？ 我不是 rap。我记得 rap 有个叫 gay 的哈。啊，我他妈叫盖。溜达溜达。好嘛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
怎么豁出来？你因为我没提人，我说的是 gay。说你这个嘴呀、啊，老板的说这个嘴呀、啊，哎呀，就是他就是一个 gay， 他就是。对对对，我不是啊，反正就是说呢，确实分工嘛都不一样。对，你包括呀、啊，在这个文本上，嗯，我们两个人的身份也不一样。这有什么牵扯身份、啊？你看，在这文本上，我是甲，那我呢？你是甲鱼。甲鱼呢？你才王八呢！我是甲，我是乙，哎，哎，我是一，那我是二，哎，嗯，我是 A， 我是 B， 我是 EA， 我是二，你是，我就是捧哏的，就是捧哏的。好比说，就我们两个人关系太密切了，嗯，您对我来说也太重要了，我没看出来。好比说，嗯。好比说啊，嗯，我是花儿，那我呢？牛粪。说现在的孩子都学坏了，少听德云社的相声啊。我改牛粪了，差不多没有那么惨。嗯，好比说我是花儿，我呢？你是大便。别好不等于啊！我同意刚才他说那个，我还不如牛粪呢，我。我是大便，牛粪有的是，大便就你一个。我没抢这个是吗？什么我就大便？你是不是？我说话可能有点糙啊，你没听清楚。嗯、我说的意思你是屎。哎，这回明白了。通过他的眼神呀、啊，看你了解你说啊，你再这么聊天，我这一巴掌我打你一个八窍流血。你这说话人都七窍流血，哪有八窍的？我至少给你打饭了。打得还挺准。什么玩意儿？您让各位说说，这叫这是说的是人话吗？你是肥料，那不也是大便吗？那不一样，没有你，我不能茁壮成长。哦，这么说就明白了。哎，你是吃屎长大的。哎呀，说这话多可气。茁壮成长，茁壮茁壮，太茁壮了，茁壮茁壮。哎，好比说我是鱼儿，那我呢？哎，你看看，嗯、你是水，我太水了，没有你我活不了。嗯，好比说我是汽车，我呢？油，你油，你是我的备胎。我不当备胎啊。哦，你不当备胎，说这话。你是我的方向盘。我掌握方向，没有你我活不了，上不了路。哎，好比说我是男人，那我呢？你是女的，你是男人，啊，又 gay 了，大哥都看透了你了。好比说我是男人，我呢？你是我的命根子，离开你我活不了，你赶紧死去。哎呦，他比你还激动呢，你看看。哎呀，这聊了半天了，您各位听听啊，说哪句是人话呀、啊？你是男人，我是那个。你是哪个呀？哎呀，宝贝儿，你太自信了你。不是您站好了，您同着大伙儿面，您说清楚了，说出来。你是我的大脑和心脏，是不是我的命根子？大脑和心脏，对、啊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也珠子呢。他是我的大脑和心脏，嗯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你说捧逗之间整场演出，大伙儿主要看的是谁呀？看谁呢？主要还得看逗哏。哎呦，因为逗哏的一上场啊，嗯、汤汤汤，滔滔不绝，老得说。嗯、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捧哏的有什么话呀？你还没我台下放屁多了，真的。你也是气性有点大，知道吗？一上来呀、啊，没什么词儿，在这个哦，哎，哦，就这个，就这，哎，对对，还有这，就这个啊，就这个啊，你闭这腿干嘛？你说他有什么用？真的，怎么跟我的，连我一说话那点零头你都比不了？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大伙儿可能不了解，你看我们为什么后台的都一对儿一对儿的这个搭档呢？为什么在一起呢？
我们都不是自由恋，自由那个搭配，我们都是什么呀？都是选择的，是单向选择。单向他们捧哏的没有资格选择我们逗哏，都是我们逗哏的去选捧哏的。这玩意儿没听说这规矩。每次选的时候都是捧哏的站一排，站一排。逗哏的要挑选，逗哏的要挑选。逗哏的看完以后，是换一批，换一批。后台总共多少人的换一批，最后挑，最后挑，这玩意儿挑什么呢？谁赶上了，谁先到了，谁先挑，先到先得。哎，那天选捧哏的，我那天起晚了，起晚了，起晚了，人都挑完了。嗯，哎呦，到我这儿了，我一去就还剩俩，有谁呀？一个他，有我，哎呦，还有一条狗。这才选的我，我一看没辙了，啊，我才把那狗牵走。说半天我还不如那狗呢，多新鲜呀！那要不是因为我那个狗后来得脚气死了，咱俩都没这个缘分。是是，我跟你说吧，那狗就是让我踢死的，知道吗？你有那脚气啊？哎，你知道怎么选的？我知道。大伙不了解，哎呦，以前真的说实在的，他的不行。我怎么不行？你以前真的，你以前是不是也逗过哏？干嘛？以前逗哏，前一阵我就逗哏。哎呦，他逗哏，以前在三队啊，三队逗哏，逗着逗着哏，哟，开场了。开场那不也正常？哎呦，开场都不叫演员了。最年轻的啊，小学员才开场呢，你是不是逗着逗着开场去了？对吗？那不分前后。哎呦，后来开完场以后，后来检票了，对吗？我混半天，我检票。哎呦，检完票再逗逗，哎呦，后来那边做核酸去了。哎，我负责的还真多，我的。你到最后没饭吃了，你看我最起码连屎还能吃啊。这是这年我跟你比去啊。你都吃不上了，对不对呀？是是是。所以说你一看又自己没那个条件，本来有我一灰心，我真是逗不了，真不行。逗不您乐大伙儿。哎呦，瞧您这个口条啊，我太着急。得了吧，我就改捧哏的吧。从此堕落到今天，这叫堕落，改了一个臭捧哏的。啊，臭捧哏，尤其捧哏的这个位置，那是人干，那要不要脸？你干这活儿，你不给你祖宗丢脸呀？那你这么说，你爸爸也是捧哏的，他就给我丢脸。你们家都倒着笑话。我没有捧哏，知道吗？全逗哏是最主要的。不是你，你像你这捧哏的好比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聋子的耳朵。怎么讲？配的。哦。娶媳妇打分儿。怎么讲？跟着凑热闹。我呀。哎呦，有没有你真的无所谓。不是不是，您说这些话呀，我认为您就是误导观众。我干什么误导？那老先生说这话，您忘了？老先生都死了，就剩一个文字辈。怎么你还活着呢？对呀，就我一个。三分逗，七分捧。三分逗，那我捧哏的那不容易。哎呦，三分逗，七分捧。啊，这不是不是捧哏的老先生说的？是不是？那我哪知是老前辈都这么说。老先生有什么是怎么就三分逗七分捧？您刚才也说了，我之前我逗过哏，知道吗？对呀，后来。后来怎么就变捧哏？那不演出需要。哎呦，别不要脸了！你不行，李克东，你不行。这是你前妻告诉你的，是吧？你不行，知道吗？行，那太好了。你根本就不会逗哏。不会逗哏没关系，今儿从大伙儿面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您做个见证，我今天逗回哏怎么样，各位？这么说，你要逗哏，真的，你跟自杀没有区别，知道吗？我，你跑这不挑战极限了？你本来你好好的捧哏不得了？我干嘛这么挑战极限？我站在桌子上，我是没腿是怎么的？我站不过去啊！嗯啊，这是两句话不就解决吗？后来来一个去你的吧，一鞠躬下台了，你踏踏实实挣你那53.8块去，你多好啊！谁挣对不对呀？你非得挺挑战极限这儿，你非得想挣这258的。您呀，我跟您说，您这个典型的，知道吗？就你们这种演员，怎么了？说出这话就对我捧哏演员的这叫什么？这叫轻视。哎呦，干什么还轻视？我是在鄙视你，知道吗？你损透了。你算什么？你说你哪儿会逗哏的？我哪儿不会？咱说话呢，这回咱换吧，我来一回。
啊，好啊，不让人说话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爸你妈是看着想让你死啊，这个。不呢，这鼓掌的捧你的都不是什么好人，真的。怎么不是好人？那是恨不让你在台上死，知道吗？这句你台上一尴尬，没有一个包袱想，死了。你享年36岁，本命年大坎儿。就坎儿在这坎儿上了，小坎儿。哎，不，我问你，您还有什么遗言一块说，知道吗？赶紧提前说。没有什么遗言，我建议你不要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我有什么冲动？我斗没根，我这叫冲动。非得斗根是吧？我斗没根怎么了？你要斗根，有一个喊退票的怎么办？不能，有一位喊退票，我现场自杀。哎呀，站边，站边。这是你爸爸吧？这是。啊，咱俩父母包场。废话，我建议你别动。你不用建议了，不用建议了。你要斗跟真的，是你不用建议。来来来，非得斗着吧？来一个。这没什么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这有什么呢？哎，嘿，看我中奖了。你好好的啊，咱来一回，我斗回您，知道吗？听好了，张嘴咱就说。您这捧的是不是稍微假点啊？哪有包袱啊？他这怎么都静音呢？你还喊哈哈哈哈哈哈！这观众朋友，这捧的太假了。你别管，知道吗？你别管，咱来一回啊！您看这个相声来说呢，哎，四门基本功，那得是说学逗唱，没错。尤其拿这个唱来说，怎么样？那得说是太平歌词。我给您唱这么一段，杭州。你把嘴闭上。什么？什么了？我上桌子外边给你捧哏来了。不是，这词儿不是我说的。是这玩意儿谁抢的字儿？这个？谁跟你争的？我。现在文本上我是甲。哦，你是你。哦，你是甲流。那个，你甲流，你是甲。这听我说，这是我话太多了。你话太多了，话太多。您看这个相声来说呢，四门基本功，说学逗唱，您呀，您还不如台里那小朋友呢，知道吗？你在台上你守灵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一个字儿都不说，我还真笑着，你死了是怎么的？我给你守灵。你废话，连气儿都不喘，你怎么你看着我呀？动活，你动活，您看这个相声来说呢，四门基本功，哪四门呢？说学逗唱。你要死是怎么的？不让我动活动，谁碰你电门了？你不说的让我动活动活吗？我动活动活，你自己碰开关，你是怎么动的？你这不吸引别人，你得看着我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还都得看着他。你是这捧着，你还得看着他。您看这个相声来说呢，哎，是啊，行，哪是呢？也行了，都。我可够看着你的。这我跟你说，这叫什么演员？我你还让我本来就俩眼，我都对着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站好了，我别搅和，我懒得看见你，知道吗？他要不乐意看你，你就卖力气就行了。不乐意看见我，您看这个相声来说呢，哎，四门基本功，哪四门呢？好些。你先出来，你先出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你吃脏东西了？你不说不乐意看见我还要怎样啊？您这不，哎，您让郭伟平这不抢戏吗？我拿什么抢戏啊？我哪儿都没露，我拿什么抢戏啊？您呀，您站好了，您得卖力气，知道吗？还得卖力气。废话，我捧哏，你以为容易？卖力气的，卖力气，卖力气。哎呦，您看这个。哎四门是说起吼，你奶奶个孙子吼！我看谁鼓
掌。你说怎么这样？我这么卖力气还不行？你这叫卖力气？说话全贴腮帮子上是吧？我刚才是这么给你捧哏的吗？我搅和你了吗？有这样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啊，正式的你来点基本功的行吗？基本功您说什么？罐口报菜名行吗？你报你报得动吗？我请您吃饭。不去。我我去。你不去我请个屁呀。我请屁我更不去了。我去。我去。您呀，您真不如观众朋友们善良。您得去，我后边都好几百道菜。你去去，哎呦，事儿真多。我请您吃饭。哎呦，我去。什么？哎呦我去！你去就完了，你哎呦什么呀？我这也有口头语儿。你别在这些口头语儿。我请您吃饭。我去你的！这不结束了吗？这还没哎！你倒实在，你就掐死我！这好家伙，你这是你不是学鹰爪的？您好好的，后边我这好几百道菜，您得让我背呀、啊。哦，您呀、啊，还别请我吃饭了。您把这个菜名说上个三样五样的，我就知您请客这情了。是这话？是这话。头一道大菜，我请您吃蒸羊羔。这就吃不了了。我知道你没钱，去你的吧！去你！怎么这一道菜你怎么吃咸了要飞似的？我这人只能吃一个盖饭就够了。你吃一个盖饭，我后边好几百道菜，你得让我背完了吧？谁听这个呀？你这个当当当当的跟那个机器往外蹦字儿有什么区别呀、啊？不都是太死板，都得谁听啊？现在讲究什么现场？你们这行话叫什么？叫那个叫什么挂了？什么挂？叫什么现挂？对呀、啊，现挂呀、啊，一人一句的。子母哏，哎，子母哏是吧？行吧，来，子母哏、嗯，辛苦您了。哎，昨天我上您家去了，嗨、哎，啪啪啪一打门呢。啪啪啪是打门吗？打里边出一人。哦，我一看不是外人呢，嗨，是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你叫奶奶。啊，这不，您不在家。哦，我就走了。去你的吧！什么玩意儿就去你的吧？完了，完了。什么就完了？结束了，去你的不就完？你一说去你的吧，你不就完成任务了吗？那您要一贼不就完了吗？您、哎、要这么说啊，头上旁边你，我要这么给你捧哏，你也逗得我。不可能，那是你没能耐。我绝对的把大伙逗乐了。你有这本事？来，不用鼓掌，听包袱。哎呀，你最大的擅长就是没包袱。老烧饼了，还说这段，还是这段，还是这段啊，是不是？行，哎，不欺负你，您辛苦。嗨，昨天我到您家去了，我啪啪一打门啊，打里边出来一人。哦，我一瞧啊，不是外人。我们家没外人。是你媳妇儿、嗯、我的孙媳妇儿。你这儿就别来老来不理的，知道吗？好好说。问你呀、啊、说你没在家。对、啊。你要没在家。没在家。我就进去。哎你回来。你跑得还挺快的。我怕你又掐我吧。我没在家你进去了。你不没在家吗？是啊，我就进去。你先出来。我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我没在家，你得走啊。我走。走。我走啦。哎呦！什么搞的？我走了。走吧。走了我就拐弯了。拐弯了我就进胡同，我就看见你爸爸，你爸爸长得跟熊大似的。
保定你站好了。不是，这啊，按照您的意思，这就拿父母老家刮门是吧？对，是这意思吧？那这个逗哏的都是这个词儿，怎么了？行，来，干什么呀？那你要这么说，那父母老家刚抓人，我也能动了。那好，那来吧，辛苦您的。哦，昨天我上您家去了，嗨，啪啪啪一打门呐，家里边出一人，是我一看不是外人，是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，你奶奶。问您就不在家，我就走了，嗨，进了胡同了，我看见你爸爸了，等会儿。我爸爸死了。我爸爸死了。你爸爸死了，其实我爸爸也死了。来，你不逗了呀？我呀就拐弯了。死了，死了！我拐弯，我自己撞墙上了，真的是。那我不管你，你别着急，你爸还没出来呢。爸没出来，你爸死早了。是，来，我就拐弯了，转胡同，我看见你爸，你爸拿着个手枪，不能。不能，我爸爸也死了。哦，你爸爸也死了。嗯、你爸爸烫死的。你爸爸是不是嚼甘蔗死的？甘蔗什么叫我爸爸也死了，知道吗？你爸爸死了。死了。你爸爸死了，我也碰见了。我听着都瘆人。我爸爸诈尸了。你爸爸炸糊了。我爸爸没听说过，没打麻将，死了你能碰？我不是现在碰，那什么时候碰？嘿嘿，我是半年前碰。半年前。我爸爸死八年了。哦，你爸爸让人枪毙了。你爸爸让人枪毙了。你不有一这姿势？你爸爸让人炮轰了。八年了。哦，八年了。那八年碰见的就不是你爸爸。肯定不是我爸爸。是你大爷。谁呀？你大爷！我大爷！哎，个头不高，胖乎的，烫一脑袋，哎，烫头，好抽烟，哎，抽烟。我爸爸扛大，你没大爷？没有。那你刚才说这是谁呀？于谦儿。于谦儿死了。我管他死不死呢。你没大爷？没有。那碰见的不是你大爷？碰见谁了？哎，你叔叔。对，我叔叔，他叔。我爸爸哥一个。哦，嗨！哦，碰见你舅舅，我妈娘家没人。啊！哎，您先把这口气咽了啊，没问题。碰见你姑，我没姑父。你姑父？我没姑父，我哪来的姑父呀？那碰见的就不是你姑父，不是，碰见的是你干爹。没有。你干女朋友？没有。干邻居？没有。碰见的你哥哥？没有。你有？没有。那前面那死胖子是谁呀？刚才说的说评书那是谁呀？那不认识。不是你们家得有人吧？我没人。怎么就非得今儿配合您说这段相声？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死绝了，一个喘气儿都没有。郭老师那都身外之物。上个礼拜我跟你说买只房巧，今儿早上起来一生气，然后给摔死了，知道吗？一刻喘气儿没有。不过我们家没人，我们家小区方圆5公里连喘气儿都没有。我这会儿出了演出，待会儿回家我就看坟。你们家是不是八宝山包了呀？手你这就不对了。我怎么不对了？我碰见谁没谁，你怎么让我这个精彩的节目继续？你这还精彩节目？我这后面大咔嚓的，大咔嚓就差你。大咔嚓那是朋友摔碗，知道吗？就差你这一句。我就差我一句。您不有本事吗？你得说有，你得顺着我说有，我就能碰。都是急的，哎呀，对呀，气急败坏。有我就能动。行，您要这么说，有你说谁吧？我碰见你兄弟了。我有个兄弟，哎。但是你碰不着。我怎么碰不着？我这兄弟满打满算到今天为止才一个月，刚满月。你上哪儿碰见去？你兄弟到今天才一个月。对，跟你是同父同母所生。没错。那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啊？你爸爸死八年，他打哪儿去？
其实啊，这个捧哏逗哏之间啊，关系都挺默契。那不是啊，关系都挺好。你这就歧视捧哏演员。台上啊，台下呀、啊，台上我们可能有感觉不大小似的，嗯，是吧？其实台下立规矩。台下。对呀、啊，台下人都我非常的这个尊敬我，真的，尤其啊，我也老给人家洗个脚啊。然后喂个奶啊，经常的满足足球，这都伺候完了，这是。对，你看，经常的给你插个管啊，是吧？喝一口吗？啊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哎，对，李克东爱喝这个。刚才为什么送奶呀？他小名叫奶东，对吗？这不你给起的吗？谁起的？观众给起的。谁的？是不是？反正大家都喜欢看。尤其啊，颜值方面，人家确实是比我强哪儿啊！真的，我要倒退个20多年，咱俩那时候边边大，嗯，也差不多，是差不多。哎，这个确实，东哥这个人也好，而且也愿意跟大伙多聊聊天儿。嗯，这个礼拜呢，最后三场了，是明天一场，后天一场，后天呢就在这儿封箱了。我们的小封箱节目呢，这个东哥也现在也在这个筹划当中，嗯，希望大家呢没事呢过来听听相声，啊，这个参与一下。啊，如果要实在没时间呢，您把那票钱寄过来。完了以后呢，人家都欠了，欠了，没欠了，没欠了。就是相声演员愿意跟您斗，是吧？尤其要互动呢，这尤其在东北来说，其实我们也不敢互动。怎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相对来说，东北人脾气都大。啊，看我们一般啊，在北京啊，都说你上来呀，你下来呀，你上来，我们敢斗，是吧？你在东北人，你上来上来咋的？你瞅啥？这一句就给你问住了。你怎么回答呀、啊？你瞅啥？你敢说啥呀？我瞅你像我爸爸。你看看人家这个说出来多尊呗。对，硬气。哎，要不在东北呀、啊，让人打不死呢，是不是？是嘴软、嗯。哎，你跟我不一样，嗯、我就嘴硬。承认这。确实啊，这个愿意跟您聊聊天。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对。唱是什么呀？太平歌词。本门的。我给您学唱两句。太平歌词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，这春游苏堤桃红柳绿，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，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铺满了山岗，我表得是峨眉山，莫舍下界在这上天，怒恼了张玉皇。可以鼓掌了。其他的我们也都得会。今天叫小班，叫班，东哥来一个叫小班，晚点唱唱。今天来段是来段。叫小班比较高，来段来段。既然您点了，您花钱了吗？废话，没花钱，花钱了，对，要跟保安就不让进了。嗯，教学班不好唱，要求调门达到了嗨 C， 嗨 C 是什么？就是比 C 还要嗨。嗯，这是那个四郎探母的其中一个桥段，我给你学一下。这两天嗓子差一点。一见公主到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新鲜，站立宫门。叫小班，唱两句是唱饭了。这一般人来呗。10多年前，啊，那都已经过期了。这个过期了啊！10多年前是我们的歌曲，我们那个有一个单曲是吧？那是人家他的朋友给创作的啊，这是我们10多年前的事儿，是吧？一些这个正能量的作品。这大伙儿呢有时间呢，要是可以这个有上网能看，嗯，我能听。对，这10多年前没事您花个一毛吧。唱什么？啊，对，专场有，对，专场咱假唱，那咱那个假唱。没有，不能瞎说，没有假唱啊，都是真唱。10多年前有机会，然后您可以去现场听我们唱，是吧？您也可以在网上花个1.8毛呀，就能听。没那么贵啊，都免费吧？免费的吧？哎呦，那怎么挣钱？就是说呀，都得会，都得学习。是京剧来说吧，我个人来说也比较喜欢京戏，尤其是个花脸的唱腔。您怎么样？哎，您还行啊，花脸嗓门必须得憋。哎，我老憋。这个有这么一段吧，这个包公念这个状纸，我给您学一学。秦香莲，哎，秦香莲行不行？
驸马爷金青看端墙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中国当朝驸马郎啊，骑着猛马苗皇上啊，悔婚男儿高东方的杀妻灭子良心丧鼻子寒气，在庙旁江中之压只在了某地大堂上。这是那个花脸的唱腔，但是一般的哄孩子唱什么呀？哄孩子摇篮曲，小孩爱听。哎，你比方说这是孩子吧？这是你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那真随你。那当然了，又细又长，你就升根筷子。你的孩子不随你是吧？我的孩子不随我，我那儿子1.93米。一哄孩子唱唱摇篮曲，就是你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啊，蛐蛐儿叫铮铮，好似那琴弦声啊，琴儿那个响，调儿动听，摇篮轻摆动啊。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呀嘛，睡在梦中。那我儿子最了了，我儿子才1.76米，现在三岁都1.7米了。三岁就1.7米了。你说哄孩子唱摇篮曲要唱别的就不好听。怎么不好听呢？您的意思呢？你也唱京剧啊？啊，哄孩子唱京剧。你看看，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是你亲生的儿子吗？这跟亲生不亲生有什么关系？打小就培养国粹呀。哄孩子唱京剧，嗯，哎，抱着这孩子，是宝贝儿，喂喂喂喂喂喂，不许翻白眼儿，吓着了，把奶嘴给我。什么没溜家长？今天你妈妈值夜班。出去卖肉串去了，不太强。你爸爸，我给你唱一段，唱一段什么呢？哎呀呀呀呀呀！京剧是国粹，不许骂街。京剧是，这孩子会骂街。看你这个口型，像是骂街。京剧是国粹，是好好的听爸给你唱。来吧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的宝宝快睡觉，我唱两句你要睡着，如若你是欢那不啊睡，哇哇哇哇，老子对你绝不轻饶，你倒是睡呀。看看这孩子睡着了，吓死了。